寒风山村，这雨冲地理楼这个牌又有了，今天打算行这个北爬山黄山径去台湾，就瞬间就快好了，小老三大唐高原换条路好了，今有有可能打工啊，我进走，已经排了八八三道，好了，一路可以去筲箕湾啊。我配水库嗰度嘅，我继续上呢度。继续拍下山道，其实就翻空余嘅，周边喺嗰边嘅。哦，呢度好多七楼梯，哦。哦，翻卡路口，左手边去饶东村嗰边嘅，啊，兴东村，兴东，我就去黑马山度，唉，嚟到呢个牌度啦，行咗23分钟，一又1.4公里，一直上去就花果山啊。呢度呢边又去东柏交径，我转咗，哇！呢个风景啊，呢条就柏架山黄山径。哦，呢度都几靓啊！呢度咧就有少少水湿啦，哇，几靓啊！呢度都天气晴朗就唔怕啦，唔湿啊！哦，呢度好漂亮啊，靓啊，蓝天白云啊，哦，又有个近，呢肉近就要小心少少，落雨天就争啲啦，哦。有一个架子，哦，几靓呢个架都，我连天珠壁咁样上下本喎，唔错，
大家好。整个没有会用的了，一边是台湾了，好多的黑在这里，这里有的鸡蛋啊，冬季也好。因为行拍架山黄山径，东正我上次有拍过片嘅，哦，绿色隧道啊，好嘅，哦，空气清新到不得了，哦，绿色隧道啊，正。哦，哦，哦，嚟到呢度路口啦，直佢咧就拱到美景路啊，转翻呢边大潭水塘，转翻呢度。落去去大潭道，就转由原子码路边行一阵间就可以落去柴湾噶啦。我行呢边，行开北角，唔想搭车，大风嘅方向呢度去。哇！呢有成大一大段嘅铁丝，铁链嘅扶手嚟啊，天呢条野猪径都几好行，成条都有好多树荫。哦，行咗出嚟啦，大风坳呢度，呢个前面大风坳，野猪径由希伯端嚟呢度7.6公里，2个钟头50分钟。哦，大风坳。呢个落去啦，去北角。哦，翻出嚟啊！上小马山呢度，上城行影水渠坡，啊，呢度啦，呢度吓，再去就小马山噶啦，呢个转入去。
下面就是金竹前马径啦。呢有啲海洋啲地方。哦，呢度呢度啦，呢度上面就繁林遍地。呢条路咧就上去电信发射站个屋仔嗰度嘅。嗱，呢度过。休闲地方，一齐下。呢度出翻嚟金竹电话径，我转左，去翻水坑。水坑。自己冇啱啊！啊，唔去啦，呢边走。啊！呢度分叉路口，呢度直去咧就去莲花公山嗰边嘅，即系香蕉石，都系香蕉石。我而家行呢度落去嗰个火马山水嗰、那个水箱嗰度，即系储水渠啊，储水嗰、那个、那个箱。嗰度啊，嗰度火马山嗰个储水箱嗰度，好啦，呢度又分叉路口啦。继续行呢边，呢边落翻去金竹前马径嘅。继续行呢边，呢边啱啦。哦，唔好扣又上山，头先系扣咗又直咗上山就唔啱噶啦。地图显示呢度，呢度直去嗰阵前面先转左。呢度落去，呢度类似系有啲路噶啦，左右好似喺度，不过地图显示就直去嘅，诶，直去。
So, wieder. Ui.就唔好食佢啦，靠呢边啦，转咗啦，呢边嘅落翻嚟我水坑嗰边嘅，靠左，工头咧由呢度出嚟嘅，而家呢边走。 啊！呢边过兜过咧，条路好难落噶。呢边系好行啲，呢边落去就嗰啲楼梯级噶啦。呢位就影下呢个止水渠先，止水啊，止水箱呢个，多嚟成日讲个止水渠，大止水箱。 呢度咧，呢个正式叫做宝马山食水配水库啊！宝马山食水配水库，正式名吓。我喺呢度落去下边又金咗船一件，正我就喺上高落嚟啊！宝马山食水配水库。 呢度啊，呢边去我翻北角，呢边我转呢边左手边，去正经德学校，宝马山道巴士中站搭巴士走人。啊，呢度落去落去啊，直去就去红香路，直去红香路峰嘅，我转又落去宝马山道啊。 又喺呢度转个壁画啦，好完成啊！12.5公里，3个钟头50分钟。 嚟到呢度宝马山道巴士总站，准备坐车走人。今日到此为止。